经济方面的消息，要来关心的是来台自助旅行的香港观光客，前往德加旅游之后，伊在中运站发现到随身的背包不见，佮一直讲是被国光号来载走，但在警方协助之下，发现背包是坐回嘉义车站，就藏在嘉义公车的顶面，伫证件、现金、手机全部找回，也感谢警方的协助。嘉义市警方表示，来自香港自助旅行的背包客，无名嘉义德佳的警察，来台第三站就到嘉义坐公车前往，同款坐公车回程。要离开嘉义转往第四站旅游的时，伫转运站准备搭国道横停的客运，家己才惊觉背包无去啊，到北兴派出所寻求协助。然后等他转过来以后，他又坐车返程哦，回前站街市站，然后下车以后，他发现他的包包不见了。然后因为他对地方不熟，所以他也不知道是坐哪一路的公车，他一直以为是国光号。然后当向同仁报案后，同仁立即去国光号那边寻找，也去寻找，然后第二天才知道他是坐那个嘉义线的公车，然后包包才遗落在嘉义公车上。随身的包包内底有护照、手机啊，以及现金等重要物品。虽然一开始伊母未清楚长途甲关内公车的区别，一直讲是国光号载走的，互民警赶紧通知离开的车辆查询，也找无。最后伫查实监视器了后，发现伊一路公车到二楼伫车顶，当时车辆也回抢。好在在警方进行封查，才将伊的背包找回来。港客对警方热心积极协助感激不已，而落台湾警方的服务大心信。向警方细多些，也邀请民警到香港旅游，会性情交代。新闻新闻蔡明东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